我是瑞博，今天是2020年2月25号中洲站。15点18分，十八分算是507次。今后海线靠朝中的旧式举国新式自动门举工啊。该不会是双鞠躬哦？我没有听错，放心。刚通过的是507次金融海线靠潮州的旧式鞠躬哦，通过中洲站。